大家再给我一个热烈的掌声，请我们的赖彩云赖老师出场。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主题呢，无所遁形的 3D 喷绘彩妆。我们今天所要呈现的妆容一共有两款，正面一个妆，背面一个妆。第一妆在早期在日本，它是由男扮女装的。眉毛部分我们会用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这是一个型板。睫毛的部分，我是顺着它的眼线去把它拉长，眼线有不同的羽毛的堆叠，它的层次就很多。用唇线笔赋予它重新的一个嘴唇。那这个是我们的完整今天的第一个彩妆，现在我们要画的是一个背面的一个彩妆。我第一个妆呢是一个日本的鬼洗。那我是透过呢这样一个鬼洗的一个发想呢，我有刻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图形，第一个颜色绿色的部分。这就是他的眼睛的地方哈，我让他再立体一点。表情跟咆哮的一个比较酷，甚至呢在他的表情里面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它是一种精神。那他的白跟他原来的正脸的一个肤色呢做一点交接，在中间处我用一点紫色，但是后面的一个做呼应，不会让他的白更白，也不会让他原来的肤色呢透过这个白他的中间的颜色肤色呢太黑，所以用紫色的部分呢去让我们的黄色肌肤呢让他的玄学感不会这么强烈的对比。所谓的彩绘颜料呢，它又有分两种，一种是油彩，一种是清水性。那我今天后面上的是带一点油彩的质感，所以它的持久度会比较好。我喷的这些大部分都是所谓的珠光的颜料。那珠光的颜料呢，它可以呈现出的是让你在彩绘的过程的交接跟堆叠的时候，它会有层次面，不会说同样都是一个平面的色彩。希望呢，可以借由这次的彩妆呢，产生大家的一个共鸣。